中國出戰世界盃之旅，卡塔爾作客嚟到中國踢嘅呢場賽事。咁啊，雙方咧嘅球隊咧已經係唱完國歌噶啦。咁啊，而家見到中國隊嘅球員咧，就行埋同球證同埋對方嘅球員咧開始就握下手，先禮後兵啊！阿查華睇嚟呢場波，中國隊真係咧係有好多嘅新秀會上陣喎。咁啊，呢個都好正常啦。其實喺好多嘅唔同嘅因素咧，咁就都會有影響嘅，因為傷啦，有啲球員亦都正如我之前講就話，俾啲新人踢下亦都好正常。咁啊，加埋就某個程度上黃牌好重要啊，因為有啲球員就係黃牌在身，又驚咧攞咗個黃牌又冇咁好。咁啊，中國隊嘅出場陣容咧，頭先已經打出嚟啦。咁除咗幾個正選之外咧，新上場嘅咧就張欣華、杜威啊、曲波啊、粟茂津啊，咁都會上今日咧係代表中國隊上陣嘅。咁證明咧，起碼有五六個新球員咧上陣咧係事實嚟啦，我諗。咁安仔啊，依啲咁嘅比賽咧，你睇依個咁樣嘅試陣咧，會唔會有作用咧？對將來？對將來一定係有幫助，起碼佢哋少出場嘅球員咧，可以吸收啲更多嘅經驗咯。況且佢哋嘅拼勁，我諗都要為咗自己嘅表現爭取上位咧，係更加搏命。呢一個係更加即係係第二一個好處嚟嘅。好啦，見到咧雙方嘅球員咧已經係即係，見到啦，馬明宇同埋對方嘅隊長咧係交換錦旗，咁啊亦都咧揀下場先。咁啊，球證就係嚟自墨西哥嘅，咁啊呢個咧就叫做艾卓迪亞。馬明宇仍然咧以隊長嘅身份啦，以正選咧係上陣。咁睇嚟咧，依場波咧，馬明宇咧就更加身負重任，因為咧比較同一啲新嘅球員一齊踢咧，咁可能咧佢更加有帶動能力先得啦。咁而喺主場嘅中國隊咧，就相信咧喺呢場波可能咧，我哋會真正睇到佢一班新舊嘅球員加埋一齊嗰個能力去到邊度，因為冇咗心理壓力。咁而教練米魯天奴域嘅部署係點咧？咁啊喺嚟緊嘅90分鐘咧就可以有一個答案。咁啊 ，Lawrence， 你覺得米魯天奴域今次嘅整體表現係點咧？其實咧，如果真係坦白講，我唔覺得佢係一個好出色嘅教練啫。因為教咗咁耐，中國隊仲係冇陣勢，冇個踢法，冇成。不過我就相信佢喺管理階層，佢真係做得好好嘢，唔係咁容易將中國咁多球隊揾嗰啲球，揾咁多球員，咁多影響力，咁多媒介壓力，而另一隊好好地處理啲球隊，能咁嘅成績，好難得。我覺得佢係一個好嘅教練，喺管理階層方面，佢係好過佢訓練方面嘅。點解我覺得啱唔啱啊？事實上呢個亦都係一個教練必須具備嘅條件嚟嘅，即係同球員嘅溝通啊，同球員嘅關係咁咧融洽嘅話，咁啊你可以激發到啲球員喺練習同比賽咧都全力以赴咧，起碼係可以有一個明顯嘅效果見到嘅。好啦，見到啦，紅衫紅褲啊，棗紅色可以話就係、是、卡塔爾啦。咁見到佢嘅球員都係準備啊，大家互相激勵一下咧，就準備呢場賽事要立即咧要展開嘅啦。阿查啊！你估啲後新嗰啲年輕球員今次會表現得好定唔好咧？你話嗱呢樣嘢就真係要睇睇開波時。我諗好重要就係開波幾分鐘啊！對球員嚟講，開波幾分鐘咧係好重要嘅，可唔可以建立到個信心咧？對手會唔會俾到壓力佢哋咧？好啦，見到個雞聲響啦，咁啊白衫白褲嘅中國隊已經咧係首先開波先，大腳叫前咧係冇乜用啊，俾對手解到圍，但仍然咧逼翻住。咁但係球證亦都已經吹罰咗噶啦。後場卡塔爾咧係攞到個罰球，奇宏啱啱見到咧十九號嘅奇宏。咁似乎咧呢段時間咧卡塔爾就唔同你急住，啱啱咧係喺後場咧慢慢猜猜定先同你踢。中國隊亦都你精我都唔笨，十號嘅就布積洛夫。好啦，扣得兩球，見到咧搶甩咗，大球證亦都係吹罰，好快嘅罰球開出咗啦！見到有十二位球員啦，啱啱見到就係粟茂津，大腳咧轉過嚟右邊，到後唔到揮啊！見到哎呀，但係搶翻就仍然攞翻中國隊球員噶，李鐵即刻咧踢過去右路啊，教空位置嘅孫繼海，一攞住我即刻咧推前十幾碼哨啊！咁大家見到啦。卡塔爾嘅球員都好精啊！一個半場咧，即刻走埋咧，就死纏爛打纏住你，結果俾佢哋成功咗，但撞兩撞又撞翻，先計喺個下邊，奇宏彈翻後先啦。大家好似急咗一輪之後咧，慢翻啲，彈翻個慢板。十七號杜威，相當年輕嘅球員啦，今年只係十九歲嘅啫。唔係啊，中國隊咧全隊最年輕嘅球員啦，啱啱踢波嘅球員，十七號嘅杜威，張欣華
算是是經驗比較豐富的中國國家隊球員，但在這次的外圍賽裡面上陣就不是那麼多而已。好了，來了，想說可以見到，但是最後被對手捆捆，馬明宇想說自己去，但是被對手夾擊之下失了，落回來這邊。大家看到一落到對方的後場壓力都是相當之大，逼人搶得相當之急，令到沒那麼輕易給你可以落在定個球來踢。看到前場可能有球員受了傷，應該是拉球，這個球是踢得出界，可能就是卡塔爾的球員剛才在攔截裏面撞到都未頂，當然在這時候，在這場賽事中國隊自然就將球球踢出界，讓他可以料理一下。而其實今次卡塔爾他們很有趣，不是最強的陣容來的，咁唔通佢哋咧對今次嘅出線嘅睇法咧，已經係有啲心淡咧？會唔會有咁嘅感覺咧？我覺得咧就有啲懷疑啊。咁其實就話隊球隊可能就話佢個目標係乜嘢啦？可能就話佢透過呢次世界盃，可能佢而家揾啲年青嘅，或者係比較係嗱，睇翻呢個啱啱咧攞波啊，正話去嘅就係吳成英嚟嘅，原來咩對手夾擊之下啦，啱啱嗱，亦都見到啦，受傷嘅艾加費尼咧就係咁樣落地嘅時候咧，揞一揞，可能係觸親下都唔出奇啊。咁啊，亦都試過就話啱啱呢一屆嘅世界盃外圍賽，馬來西亞其實就揾隊奧運嘅代表隊嚟踢嘅啫。咁佢哋目標咧就諗住長遠啲，係嘛？再睇下一屆世界盃，早啲俾佢哋球員咧係年輕球員係習慣一啲係高水準嘅賽事。咁當然咧，卡塔爾佢哋係咪咁諗咧？我哋都係靠估嘅啫嚇。或者卡塔爾下一場咧，對手會同佢爭第二嘅，佢留翻啲主力嚟踢踢下一場咧。咁都未頂喎，因為咧事實咧下一場波亦都重要，同埋佢要睇埋咧呢一個阿聯酋對阿曼嗰場波嘅成績嚟先至知道佢嘅機會去到邊度。因為中國同佢已經冇得爭嘅嘛，第二隊同佢咧大家爭嚟耳嘅時候咧，每一分係兩分計嘅嘛，來回數嚟嘅嘛。但如果呢場波輸咗就冇咯。咁但係嚴格嚟講，呢場波都冇得諗嘅啦，因為卡塔爾係最後一場波，除非係有傷有病嘅一啲球員，否則嘅話佢一定要搏嘅啦，佢再唔搏就真係。拜拜的了，要講我一定要贏的。好了，奇宏看看停賽之後復出今天的表現又如何了。他停賽之前又替中國隊頂入球波，贏了亞曼的門前，看到杜威後衛走上來，也有郭海東，看看奇宏這球波處理成怎樣，右腳內彎扯埋遠處落盧門，好東西，看到盧門已經是一個波一聲嘅時候已經係移定位，雙手接住，大腳踢去前場，好快嘅反擊啊！布積洛夫想話去，但呢邊見到啊，張欣華咧好嘢，得住個位，個波漏埋出界，落波都攞埋你添。中國隊睇嚟呢場波咧就都幾淡定下，其實啊冇機會嘅，使後場咧就唔會立亂咗個波，放咗喺前場先。起碼一樣嘢我睇到阿查，我覺得佢哋好似步履輕快啲，好輕鬆添就得。阿佳哥啊，佢哋喺場波嘅心理個，你估計佢哋會點樣嘅心理應付場賽事咧？啲球員啲球員應該就比較輕鬆咯，因為你而家已經肯定出咗線。另外對於呢場波佢哋咧好話你輸人都冇問題，但係作為一個球員嚟講咧，應該每場波都認真對待，係爭取勝利為主咯。冇錯啦，咁睇下咧依班新秀係點樣啦。又可以機會咧，猜翻後邊先，前無去路咧，就保持一個控球權。張欣華咁曾經咧，亦都去過英國效力甲組嘅聯賽昆士比嘅球員嚟噶。張欣華咁喺嗰邊嘅表現都唔錯噶。你嘅左邊有機會啦，馬明宇，一樣睇下出唔出到，彎到出嚟。咁但係好可惜啦，波咧出得滯。孫繼海。有機會一頂，但係個波咧好可惜咧，係作得唔應啊個波。祝茂俊咧係升起嘅時間就唔錯啦。但係咧依個高空攻勢吊埋嘅時候咧，好可惜係掌握唔到。咁其實睇到依幾下咧，佢哋真係放咗好多嘅。咁阿 B 哥啊，佢哋呢班球員咧，你覺得呢班年青嘅球員佢哋嘅質素點咧？因為你似乎對佢哋嘅認識都幾好嘅喎。質素就肯定有噶啦，但係就至於呢個心理咧，就要喺臨場先至吸取啲經驗啦。咁我相信教練放佢落去打，就希望佢哋喺呢方面吸取多啲經驗嘅。
咁啊，正話依球波你睇到咧，佢哋嘅入射啊，去嗰個姿態都幾好嘅。雖然咧頭先旁正係舉咗祁越位，咁但係事實咧佢哋都做咗個係攻門嘅一個構思埋嚟噶。咁啊，好可惜啦，咁係越咗位，咁就算頂入咧都冇唔算數噶啦。卡塔爾嘅進攻咧，俾個波唔係好靚啦。咁吳承英咧就好定，慢慢有個波出界。咁其實可能喺呢場波裏邊咧，就可以睇到兩個足球嘅亞洲嘅都算係強國嘅球隊嚟㗎。其實卡塔爾同中國咧，佢哋嘅足球嘅將來會係點？因為咧有唔少嘅球員都係比較年青㗎。咁正如阿查話齋咧，17號嘅杜威咧只係19歲，亦都係咧世青杯嘅球員嚟嘅啫。仍然咧就係控球在腳，李鐵轉到身就好啦。咁但係咧，奇宏轉唔到身，失咗。但係勝在年青咧，搶翻嘅好嘢，原來搶翻嘅就係馬明宇嚟嘅。身為隊長咧，咁當然咧就要係新鮮事出。右邊可以俾唔俾啦，俾前面嘅曲波，應該咧球證係吹罰咗。睇嚟嘅節奏咧都唔算太慢啊，一定咧係比較爽朗好多。冇錯，一俾又走翻位，再睇下咪俾翻曲波先，嗱咧嗰波出咗界。八號嘅李鐵，咁其實咧喺幾場波咧，見佢咧已經漸漸成熟嘅，喺中場嗰個節奏感咧都唔錯嘅。前無去路，又俾喺後邊再猜過。杜威可以轉嚟左邊嘅吳承英，中國隊嘅罰球專家吳承英左腳咧真係咧喺罰球嚟講咧就個落點好靚嘅。杜威一個長傳，蘇茂津咧就頂唔到。球證咧亦都吹罰咗噶啦，應該係吹罰咗咧中國隊嘅球員。卡塔爾咧就攞到個控球權，但似乎咧喺上半場打到而家咧，卡塔爾咧都未可以咧正式咁去威脅呢個中國隊。巴卓一樣係轉方向，但中國隊就焗得佢好緊，焗到啦，冇錯。咁但係球證咧就冇吹罰幾多啲規條，右邊嘅曲波幾個接先攝到位，撳出嚟有機會啦，出唔出到？大攞波咧係過唔到對方後衞，嗱果然咧活力十足啊！阿查同唔同意點啊？咁啊，其實呢球波亦都係承接對手一個少少嘅失誤啊，一逼之後啊，咁啊一個快速嘅反擊，曲波呢球波咧其實速度真係相當之快啊，只係咧亦都見到對手包抄埋你咧個位置相當之好。啱啱好咧，中國波封咗出去啫。我啱啱見呢個鏡頭，即係中國隊少有可能佢真係冇心理壓力之下，佢打咗呢邊嘅組織出嚟。啱啱睇到啊，咁啊一個犯規，但係球證咧係冇吹罰嘅。好啦，睇翻右個球先啦，內彎扯出嚟過唔到啊！呢邊十號嘅布積洛夫一頭解入翻出嚟出咗界啦。見到吳承英咧，即刻咧已經係哇喳喳聲跑翻出嚟開完球個球。咁其實我哋睇到咧係響中國隊喺。啱啱嗰球攻勢咧，亦都可以話中場嗰個攔截嘅成功啊！其實雙方面我哋見到打咗大概十分鐘唔夠到啦。其實大家都好着重呢個中場嗰個壓迫啊，希望咧大家都爭取到個中場啊。徐哥，你覺得個情況有冇咩唔同咧？我覺得中國隊今場嗰個表現咧，佢哋嗰個信心嗰方面咧，比起過往嗰兩三場咧，明顯係好好啲嘅。冇壓力係咪咧？呢個係絕對係有關係嘅，因為佢哋出咗線之後咧，今日。由開波到而家嘅表現都覺得係每個人個信心咧係真係強好多。好啦，睇翻波先啦。哇！呢度有個機會咧喺傳中，好在你快啫，中國隊嘅球員仲快。啱啱出波咧就廿五號嘅位數，冇可惜啊！支援嘅球員咧，加納爾亦都唔夠，的確喺中間。中國隊已經有三四個回防，結果係搶嘛波，但係解圍翻咗喺落翻加納爾球員腳下邊啦。左路嘅攻勢好用好嘅，張欣華好老數啊！接住個波咧，即刻鬆線。呢邊嘅曲波已經到啊，霍海東嚟嘅。喳喳聲啊！沿住有路，一路係咁推，掹佢都掹唔住啊！上埋過埋十五號嘅馬姆特，但最後咧俾對方咧困咗出界啦，掹佢啊！你睇郭海東都同我球證講：喂，掹我啊！球證，好嘢啊！郭海東呢場波其實咧都睇佢喺呢幾分鐘嘅表現嘅跑動咧，相當之多啊！就算唔係自己去都好啦，經常係拉開空位俾自己嘅隊友入射噶。起碼睇到佢咧，似乎真係同以往幾場波睇咧個面容都唔同，輕鬆好多，同埋咧個步履都比較輕盈好多嘅。上嗰幾場波咧真係好緊張咁樣嘅，咁但係佢依今場波咧睇到每一個球員嘅動作都要爽好多嘅。好啦，睇下
中國隊左路呢個角球咧係處理成點啦？咁啊，杜威咧又走咗上嚟，亦都咧見到啊粟茂津喺門前噶，來患者有機會入啦，好嘢！舉手話係佢，咁但係門前咧仲有個人咧係補一球埋去嘅，就係十二號嘅粟茂津。好啦，中國隊咧喺十一分鐘咧就已經係打開紀錄，憑咗個角球前處先後，跟住啊啱啱好粟茂津步咗喺尾處，食個雞糊都好啊，食咗糊啦。粟茂津其實咧，中國隊嚟講都算係老國腳嚟㗎啦，雖然咧上陣嘅機會就唔係好多過一段時間。我睇翻呢球波。台灣球前處，郭海東嗨到少少，好在仲有個粟茂津後面啊，成讚以前，佢後面防守嘅球員有少少咧，係突然間好似係鬆散咗啊，唔為意，前面遮住曬，包住粟茂津嘅球員，突然間收咗步，就俾粟茂津啦，啱啱咧搶埋咧，將呢球波咧係搞掂咗。咁啊，形勢上應該好多啦，佳哥啊！而家中國隊打開紀錄。係啊，因為佢今日嘅孫無尊上場咧，佢可能嘅教練嘅意圖咧，亦都係希望兩邊用高空去進攻對方，所以而家效果出嚟啦。咁其實孫無尊即係應該一個高大啲嘅中鋒啊，即係制空權比較好嘅球員嚟嘅，應該係。好啦，中國隊啊，得勢不饒人啊！呢段時間咧入咗球波，未夠皮啊，再嚟大腳轉翻去右邊，曲波一浪浪得好靚啊！扣翻個右左邊左腳一個後抽，哇嚟啦！將穿地去揞翻埋中間，哇一射有啦！哎呀，嗱，其實我諗我哋過去一路話要求中國隊可以睇得好啲，其實中國隊係有咁嘅能力，啲球員係有咁嘅能力睇得好啲。問題就係話佢哋踢得放唔放啲咧，或者係？可唔可以解除到心理嗰個包袱？咁而家我哋見到就係起碼喺呢段時間啦，中國隊除咗入咗球波之外，入咗波之後唔守你嘅，照嚟噶。好啦，又嚟啦，呢邊嘅腰卡打嘢，但係咧慢個位咧就麻麻地啦，傳埋去，又甩咗啦，見到啦，卡打嘢左路嘅攻勢鬧到出嚟噶，好嘢，見到杜威一頭一解圍先，李鐵加上一腳大腳再送去前面。好嘢啊！呢球波其實都頂得係咁上下噶啦，未嚟之前已經及到嘅中間咧，有個粟茂津喺度，但係啱啱咧俾對手咧係截咗弧嘅啫。咁啊，相信入咗球之後咧，卡塔爾亦都唔會慢咗落嚟啊！見到啊，亦都係比較直接一啲嘅啲反擊嘅攻勢，亦都唔到卡塔爾去等啊，因為如果俾中國隊領前咗上半場嘅話咧，下半場佢想再追甚至反勝啊！佢因為事實上呢場波我哋和咧都係機會好微噶啦。艾加費利由波一俾，哦出埋界添。嗱，事實上真係仍然見到中國隊啊，喺中場嗰個壓迫力咧相當之好啊，做得令到對手唔係咁輕易咧可以攞住個波慢慢望慢慢俾佢哋。咁其實爭中場，其實喺球隊嚟講咧，即係比賽裏邊，如果你爭贏個中場，往往係攞到一定嘅優勢可以。絕對同意阿查。上半場咧就打咗大概就嚟15分鐘，中國隊咧就從來未試過咁輕盈暴利咁去應付一場賽事。咁啊，好快咧就已經打開紀錄，以1-0領先。咁好明顯咧，呢一班球員咧，佢哋嘅實在嘅潛質可以去到邊度咧？可能喺呢場波先至可以睇到。喺過去幾場波佢哋嘅心理狀態之下咧，可能就未必係發揮得係咁完備嘅。咁啊，佳哥啊，覺得呢一班球員，你估計佢哋如果繼續咁落去啊，其實有冇真係潛質去挑戰啊，或者日本啊、南韓嘅球隊咧？即係如果單純用緊呢場波嚟睇咧，就好難話去挑戰或者日本啊、南韓嘅，因為而家比賽情況咧，球員事實上係放開咗。咁另外，如果中國隊同南韓、日本咧，我相信仲有少少距離，所以如果係要同對方競爭咧，仲要考大功夫啊。Lawrence 啊，呢一班球員有啲仲係19歲、20歲啊，咁其實睇到佢真係有呢一個潛質喺度噶。咁如果要令到呢啲球員更加成長進步咧，有啲咩應該要做咧？呢刻係啊，其實身材啊、技術、體能都唔係曳嘅，不過個所謂嘅波 sense 對足球嗰個感覺啊，同埋分解能力啊，嚇同埋臨機隨時應變啊，仲唔係如果唯一方法俾佢去外國踢波咯，踢多啲高水平嘅波咯，呢個就係解決方法啦。係啊，聽講咧就中國足協咧已經喺呢方面咧放寬啊，俾啲佢嘅球員咧出外踢波嘅條件嘅。咁以前咧要28歲以下以後啊先至可以出外嘅，咁而家就唔需要啦。咁啊，好明顯咧就係都有呢個意圖嘅。卡塔爾嘅進攻咧就結果咧出一界
中國隊嘅加油球。粟茂津俾個靚嘅直線，跟住滑腳面拉佢，幾靚啊！睇可唔可以用速度壓到對方啦？頭先睇有冇吹罰，冇吹罰到，睇嚟咧就有啲身體接觸嘅。咁但係見到咧，中國隊咧自然壓上嚟啊，逼住佢嚟踢，話搶到好盡啊！奇宏、李鐵、曲波個個都上嚟壓嘅，好快咧又搶甩咗個波，左邊有空位，馬明宇。轉翻後先，咁但係咧，吳成英攞波嘅時候咧，俾對方困，但係仍然攞翻馬明宇，幾有節奏感啊！今場波，因為咧前無去路又差翻轉頭，控制住個比賽節奏。張欣華，另外一個咧喺英格蘭踢過波嘅球員，咁其實佢喺昆士比嘅表現咧都被譽為咧係可以足以立足英格蘭甲組足球嘅球員嚟㗎。孫繼海。張欣華、杜威，好定當由右差到左，跟住右差翻到後邊，咁將對方咧就係利用個波咧，令到對方咧係完全只可以去撲，但係就冇機會攞到個波，絕少喺過去幾場波見到嘅鏡頭嚟㗎。其實右轉方向靚啊，右邊孫繼海睇頂唔頂到啦，頂唔到，咁但係又落翻喺咧中國隊球員腳下。曲波有機會，但係去唔到啦！個波太大力啦，對方嘅門將咧出嚟咧，好輕易咧攞到個波。八號嘅李鐵咧喺過去幾場波中場掃蕩嘅能力咧就好強噶。咁講起李鐵嘅掃蕩能力咧，我相信咧中國隊咧必須喺依方面咧攞一啲功夫啦。阿 B 哥啊！咁其實你覺得今次呢個外圍賽裏面咧，中國隊嘅最強一範喺邊度咧？最強一範咧，我覺得佢係中場。中場。阿李鐵咧，我都覺得呢個球員咧相當即係等於係中國嘅發動機咁上下。實用。啊，實用，所以都外間都傳佢係依家係比外國球隊即係出嘅價最高嘅啦，依家。我睇佢踢法咯，成日都諗起咧，就係我哋而家今日呢度嘅其中一個嘉賓啊，佳哥。佳哥以前踢球呢就是在那種中場那種的工作效率很強的，完完全全是將那個中場的範圍 去收窄防守，去搶去攔截，然後幫自己隊友，那方面很出色的，將防守和進攻聯繫在一起。是啊，所以呢希望呢中國隊在這方面呢能夠越踢越好，這個卡塔爾就組織攻勢，但是呢仍然未過到我們的中國隊的萬里長城，暫時啊孫繼海就不會飆的了，一定冇錯，捉到佢路添，連波都偷埋。仍然孫繼海好嘢，好輕鬆咧就搶咗出嚟，仲俾多個靚波。蓋東轉過嚟，再轉左邊。仍然蓋東推落去，睇下可唔可以憑佢速度過到啦。彎到出嚟，有冇人到啊？頂到啊！咁大個波咧，好可惜咧，因為咧個波太出啊。後上殺手奇宏咧，呢球波咧就係冇辦法咧，完全咧係發曬力去頂個波，因為個波玩得出咗啲啊，落點就唔錯噶啦已經。我食得唔應之下，嗱，郭海東咧證明佢嘅速度咧仍然喺度噶。佢漏後邊。咁個波好可惜咧，就係作落嘅時候咧，作得唔應。咁以往幾場波咧，我哋係比較少見到呢啲咁樣嘅個人突破嘅情況出現，但係依場波咧，我哋睇到咧，中國隊可以做得到啦。咁同埋咧，過去幾場波，阿查，我覺得佢哋咧，中國隊嘅前線球員同中場後衞球員嘅距離好遠嘅，過往幾場波，但係依場波近好多喎。咁就起碼見到啦，睇翻呢球埋，接門得滯啦，安琪咧好輕易接實個波。咁我諗就話呢樣嘢就係有互相影響啊。咁啊，中前中後，如果三線咧都可以經常互相支援嘅話咧。某個程度上咧，無論喺防守同進攻咧，一定係見到啲嘢出嚟。好似啱啱由波阿奇宏啊，後上殺手，你都要呢個中場嘅球員肯冚上嚟，先有機會接應到郭海東呢球波嘅。好啦，大家呢球波吳成英得住啊，死都得住你。哇！見到啊十三號夾硬啊，係巴卓啊，夾硬踢落去，但都冇用啊。吳成英夾球得入嚟，但係咧俾對手逼兩逼好，就仍然咧俾你哋搶翻，喳喳聲推過半場啦，越追越有。見到廿三號已經係啊艾杜拉追住佢啊，最後放咗嚟右邊嘅曲波。網毛又斬埋去，但係麻麻地啊！呢球波尺寸就麻麻地啦，俾對手大腳解圍翻出嚟呢邊，仍然仲有啊！杜威腳面一浪，又同你慢翻先，要快嘅時候同你快，要慢嘅時候同你慢，咁啊充分咧係掌握住呢個節奏，暫時都仍然係，亦都唔需要同你急，
吳成英望下有隊友走位嘅前傳有啦，哎呀呢球波靚啊！見到啊斬波嘅時候，吳成英已經望望入去啦，見到有自己嘅隊友啊，曲波咧係入射。個波好在龍門醒嘅，龍門你話如果慢少少咧，呢球波有得輸啊！其實呢個時間我哋見到啊，卡塔爾咧亦都係有機會嘅時候開始咧係加強呢個攻勢啦。慢鏡再睇翻，一扯埋嗱，呢個龍門出慢啲，哎呀，原來佢都漏咗少少嘅曲波。嗱，其實個組合就唔錯啦，組合就唔錯，可惜最後嗰腳可能隻眼尾睄咗龍門出嚟，驚一驚比鼻腳嗰種啦。其實呢個時間正正可以考驗下中國嗰條防線啊，因為卡塔爾係會嚟噶啦，佢就唔會喺後邊咧話等你嚟，或者係縮埋後邊等等完場嘅。但係喺卡塔爾加強個攻勢裏邊咧，中國隊嘅防線可唔可以咧係俾我一種安全嘅感覺啦？好啦，冚得兩個人搶到啊，呢球波正啊，大家咧係夾手夾腳，但係解圍咧就解圍得麻麻地，結果咧係俾對手咧搶翻個波，扣兩扣，好在前撲後嘅情況之下啦，呢個頂唔住，即刻走多過埋嚟包翻佢。孫繼海望下前邊，側邊有李鐵唔俾，俾咗前邊嘅愛東，再彈翻後。見到啦，卡塔爾前面一逼得緊咧，中國隊亦都慢翻嚟，穩陣啲啦，唔同你急，你急我就唔急，你要快嘅時候我唔同你快啊，打亂咗對手嘅節奏先可以。宋茂津彈翻嚟呢邊，腳面一扯好靚啊，想話去啊啦，仲有啊，吳成英。帶埋去一射，哎呀！遠處就有隊友接應噶啦，見到，但係吳成英可能就認為一個角度咧係俾出嘅路線咧，俾對手係封住咗，就冇啊，係冇。嗱，慢鏡再睇，過得靚啊！十五號嘅馬武道已經俾佢過咗噶啦，扎位嗱，其實呢球波有足夠時間咧係傳出去嘅，望得兩望，再望個波咧，可能咧係佢嗱個路線似乎啊真係封咗啦。咁最後咧，唯有夾硬散埋一個好搏翻個角球。K 温較早之前咧頂球波雖然唔係頂得好正，但係入射嗰個時間咧相當之好嘅。遠處落有冇人到啊？對方解圍，球證咧吹罰咗添啊！呢個時間咁啊，頂波嘅時候咧應該係撳住對手頂，如果球證咧係吹罰咗，中國隊咧已經係有三球角球啦。上半場踢咗23分鐘，接近24分鐘嘅時候，明顯咧見到中國隊嘅攻勢咧係比較多啲嘅，威脅嘅埋門咧亦都係唔錯。好啦，卡塔爾嚟啦，踢過咗半場噶啦，已經望下前邊。中國隊咧，見到今日咧防守嘅球員追得相當之緊啦。二號張欣華一攞波已經貼到埋啦，最後咧係逼到對方嘅球員嘅攞波攞埋出界添。25號嘅就係韋蘇。好啦，孫繼海執起個波，即刻掟去前邊，但係俾對手咧逼住之下咧，結果又咧散咗出橫邊界外，仍然係中國隊嘅界外球。張欣華慢慢嚟啊！呢啲波就唔同你急，咁呢段時間其實中國隊咧開波到呢段時間咧，大家個節奏都係相當之快啊嘅，咁啊有時候喺比賽期間咧個應該都唞下氣啊，徐老闆。其實呢場波喺打到而家20幾分鐘咧，中國隊佢佔真係可以講話佔盡嗰個絕對嘅優勢，因為無論喺速度上同埋嗰個整體嘅發揮咧，佢都係比卡塔爾好嘅，所以卡塔爾咧到而家都係好難揾到機會咧係進攻呢個中國。我有一個自送俾中國隊，我覺得佢今日有個爽字，好爽啊！你哋踢波咧，每個人個狀態啊，攞波俾波係咪爽咗好多啊？呢樣同佢哋嗰個心理狀態咧，解開咗個包袱咧，係絕對有關係啊！你睇佢哋今日嘅打法咧，直情係好爽。係啊，呢球波嗱又嚟啦，係嘛？直情咧好夠膽去噶，完全咧係搏入去都夠膽噶。以往幾場波就絕對係好少好少見到噶。好啦，咁卡塔爾咧反攻啦。他們的進攻就似乎慢很多和迂迴很多，中國隊留意他防守的時候，中國隊回來也回得很快，15號的巴姆特就是轉方向又給他，中國隊似乎是布德的位置挺好，令到卡塔爾的球員不輕易可以突破到，艾布殊翻轉頭啦，有。另一樣嘢就話佢條防線咧，中場已經唔會俾你咁輕易攞住個波慢慢踢噶啦，即係明顯咧，比對上嗰兩場波領先嘅情況之下都好咧，都係差咗好遠啦。同埋呢一班球員咧，亦都係可能咧，依場波佢哋都要爭取表現，咁同埋後生啲啦，壓力冇啦，咁所以佢放好多啊，咁反而咧，可能咧就係對方咧都仲要有少少壓力，就希望要贏波嘛，咁所以踢起上嚟咧。就更加咧係有好大嘅對比，同埋一樣嘢好得意，我感覺到
不知啱唔啱啦，我真係要請教阿佳哥啦，佳哥啊，中國隊而家佢哋嘅球員嘅位置感係咪強咗好多咧？今日整體嚟講係個位置係比以往係強好多，而家佢哋回防嘅時候咧。以往咧就係兩三個人去擁埋一個控球嘅對方度嘅，而家佢咧有個大家卡拉位卡住啊，唔俾對方容易傳球或者係突破嘅。咁喺呢次攻勢之後咧，我有樣嘢想問阿 Lawrence 嘅啦，因為其實好多場波裏邊咧係睇到嘅，咁啊對我哋港波佬嚟講咧就係一個好消息嚟嘅。咁點解咧？而家就問啦。咁而家先講翻中國隊嘅進攻先，一個直線靚啊，轉到身。速茂俊比右邊，跟住曲波，哇吸得靚啊！原來係郭海東嚟噶，連做幾下假身，盡情表演，盡情享受，出咗界啦。Lawrence 要問你啦，我覺得咧點解話我哋係我哋廣波佬嘅好事呢，就是、今年咧，我哋發覺咧，中國隊嘅球員咧，佢哋企嘅位置啊，係好固定，好有隊形。基本上咧喺右邊，你一定係見到嗰兩三個喺度；左邊一定見到兩三個喺度。中場嗰啲位置一定係嗰扎人喺度，比起以往個隊形咧，似乎佢固定好多噶。咁你覺得呢個佢哋嘅進步係咪應該嘅咧？我覺得有兩睇嘅呢樣嘢。如果對一隊未成熟嘅球隊就啱，如果成熟嘅球隊咧就唔係咁踢法嘅。上佢因對手、因情形、因進攻嘅狀況或者防守狀況而變嘅。咁不過咧，我頭先有講啦，我對我哋個神奇教練啦。又愛又恨，愛者佢真係好好地處理隊球隊，搞得咁嘅成績。恨者就係我覺得佢好似冇乜路數，即係啲球員唔係咁特別啦。哎，好嘅，有機會啦，有波。即係啲球員唔係咁發揮到佢天分啦。咪郭海東就爭啲發揮到啦，因為接球波咧佢嘅速度就真係好快，連龍門都過埋。好可惜咧，就係個白最撚尾嗰下咧就唔係好理想。卡塔爾咧就逃過大難，咁睇下佢哋有冇辦法咧帶嚟直接威脅咧，俾中國隊底咧又失咗。李鐵左邊咧，好輕鬆啊，攞定先啊，粟茂春完全空曬，係有冇越位？冇越位啊！竟然間咧唔射，俾喺後面射，2-0，幾輕鬆啊！2-0，好啦，復波。咁啊，呢個後生仔啊，終於咧係整翻球你嘆下啦。咁啊，事實上我哋見到咧，城主嘅卡塔爾啊喺十路嘅曲波啊，上半場嘅接近30分鐘啊，睇翻呢球波啦。馬明宇腳面硬翻出去，曲波攞個波都甩甩地噶啦，好在回身再咬埋佢咧，成個靚波。咁嘅啫嘛。喺入呢球波之前咧，中國隊吳承英左路嘅一個攻勢，郭海東爭啲射空門咧，都見到就係乘住卡塔爾嘅大舉反撲啊，兩三下反擊啊，呢次亦都見到個效果出嚟啊！慢鏡再睇翻冇越位嘅情況之下咧，馬寧宇睇得通啊，腳面咧揞翻出去，變咗咧卡塔爾嘅球員亦都可以話防守上有啲失誤啊，成扎人走曬龍門口，變咗俾曲波就攞甩腳嘅時候咧，出嚟嘅時間已經係太慢嘅啦。唔喺正話鏡頭睇到咧，就真係嘅氣勢如虹。中國隊咧，而家只係放開咗個心理包袱咧，就完全唔同咗樣，同以往咧過去幾場波睇真係爭得太遠啦。阿 B 哥，咁你覺得咧，我中國隊喺依次嘅十強賽裏邊，你最要彈嘅係咩咧？嗱，咁你諗定先咯，因為我睇完呢個罰球啊，你就要答我呢個問題啦。咁自然啦，中國嘅球迷就好開心，現場你睇下幾高興啊！咁中國足球咧個表現喺今次咧，球迷都係個表現得咁好嘅。咁卡塔爾個波咧，罰球開埋嚟，跟住個射門啊，二號嘅沙亞咧射個波，完全咧係冇話撳到個波，只係咧中國隊嘅球門球。B 哥答我問題啦。好啊，我覺得咧今次嘅十強賽咧，正如頭先阿 Lawrence 講，即係中國隊其實表現唔係咁突出嘅，只不過咧就好多客觀因素，即係我哋發覺佢嘅對手咧就表現咧真係唔係咁好嘅。就算卡塔爾啊、阿曼啊、聯酋呢班冚唪唥都表現唔係咁好嘅，呢個烏茲別克。但係只不過中國隊咧就係有靠啲運氣，同埋可能咧就真係個教練，即係佢處理嘅對手啊，點樣個方針可能呢度成功。咁樣我對於中國隊唔滿意嘅，即係最感失望嘅地方就係一向都係覺得佢哋即係唔贏得嘅。
嗯 ，OK。喺個優勢之下咧，佢就會驚。就反而踢得冇咁好，唔係好似而家咁。而家就好輕鬆。呢場波就唔同啦，佢即係完全冇。咁我有樣嘢咧，就想問，身為即係領隊嘅徐國安，一始中的啲講，最唔滿意中國隊表現喺邊度？喺過去咁多場波。我去睇過幾場波咧，我覺得佢哋嗰個始終嗰個思想咧係一有去到呢啲咁嘅環境，未有嗰個決定性嘅時候咧，佢哋係會緊張，好容易發生呢啲問題咯。從邊一方面睇得到咧，就係睇佢嘅打法咧。今日嘅表演咧，就係佢無論係做壓迫啊，或者係搶截啊，或者係進攻啊，佢係有咁嘅質素去做嘅。但係過往嗰幾場比賽咧，因為佢哋外間對佢哋話爭一分或者係就可以出線世界盃決賽周㗎啦，咁佢哋都係會打到咧，係會好緊張嘅。依安仔嘅意思咧，即係話我哋中國球員嘅心理質素咧，就尚待磨練，仲要咧係提高啲先得，因為咧好明顯咧就喺呢個比賽裏邊咧，有時啊仍然都唔夠穩定㗎。咁睇下而家發展嘅過程係咪咁啦？咁卡塔爾咧就攞到波喺中場。到而家為止，卡塔爾咧都未真真正正咧可以咧係一次好漂亮嘅埋門。巴卓咧就俾個直線前邊比較靚啲嘅組織，咁但係咧又過唔到咧密麻麻嘅中國隊嘅防線。馬姆特想推落底線睇彎彎到出嚟，彎到啊，亦都頂到，咁但係好可惜咧就係作得唔應個波。咁當然啦，亦都咧係有中國隊嘅球員咧壓住之下唔成應。長傳好準啊！個波直情放到咧落去依個福茂津個頭嗰度，咁作翻落嚟啊！中國隊又攞翻個好好嘅依個控球權。馬明宇、吳成英一路轉過去，張欣華、米路天奴比，咦，贏緊2-0，但係可能佢對班新嘅球員嘅要求好高都未頂，咁佢竟然間咧，大家睇到啦，佢仍然咧都係好緊張噶。比較直線靚啊，咁但係咧大力咗少少。15號嘅馬姆特咧就係省中咗郭海東咧，係只係咧係攞到個界外球。阿佳哥啊，咁你以為以中國隊嘅前輩嚟講啦，咁你覺得啊，而家中國隊最需要盡快提高嘅係邊個環節咧？除咗心理質素之外，其實戰術上或者係個人技術上？因為從呢個戰術上嚟講咧，因為中國隊其實喺兩個邊嗰度啊，呢個邊位啊同埋中場咧，佢完全有呢個能力喺邊度後上去組織進攻，或者喺20-30碼呢個斜傳去禁區入邊，所以呢場波就可以睇到呢個攻勢出嚟。以往咧就比較少呢啲。如果你踢足空間咧，係冇咁高嘅技術同埋個組小組配合咧，係好難突入去嘅。咁即係話咧，中國隊咧似乎咧就需要有翻啲咧喺兩邊突破嘅能力啦。希望佢哋可以好似頭先見到嗰啲鏡頭喺兩邊出波入做入去咧就好啲啦。卡塔爾嘅罰球開咗啦，好啦，旁證咧走到球場就同球證示意中國隊嘅球員咧係未離球10碼嘅安琪，咁啊係上陣中國隊陣中咧其中一個比較年輕嘅球員啦，今年只係得20歲嘅啫。好啦，睇下10號嘅布積洛夫咧呢球波點樣處理啦。射就掹啲噶啦，扯埋中間，麻麻地解圍翻出嚟，仍然係卡塔爾嘅攻勢。布積洛夫一球球翻轉頭，見到阿馬明宇咧追住佢啦，唯有彈翻後邊嘅2號嘅沙亞，沙亞俾人逼得緊咧，即刻球球翻埋中間，仍然係布積洛夫打埋中間，哎呀，大力咗，張恩華包到埋一腳咧解圍先，沙亞呢球波都唔知係咪有心踢去嗰度噶，求其一腳咁啊！都冇得諗㗎啦，又驚對手逼埋嚟，好在自己嘅隊友23號嘅艾杜拉咧，攞翻大腳咧斜傳過嚟，哇！呢球波其實都傳得幾靚嘅，咁但係咧包翻埋嚟呢邊咧，見到阿張欣華布個位仲靚，一頭咧將個波頂出橫邊界外，輸個界球啫。嗱，事實上我哋見到啊，卡塔爾嘅球員過咗前半場之後咧，想話攞定個波，慢慢轉身，慢慢睇咧困難嘅。中國隊起碼呢方面咧喺個防守壓迫嗰度做得相當之好啊！唔俾對手咁易踢，咁啊講真啦，求其啊你任佢踢十腳波兩球苦碌吊到埋龍門口啊，咁樣俾佢產生威脅咧都係唔抵嘅。咁但係起碼而家就話佢冇得咁容易咧，係將個波冒然咧睇定嚟放，咁啊好踢好多嘅對後衞嚟講。好啦，呢球波俾佢放到上去啦，見到13號嘅巴掌喳喳聲，但係咧追得嚟個波已經出咗界。咁就算鬧到啊，亦都見到啊中國隊吳成英咧係死都掠住佢噶啦。13號嘅班啊，
今日見佢踢波嘅時間亦都唔係太多嘅啫。咁事實上見到卡塔爾組織嘅攻勢雖然話有，但係可以控球嘅時間太耐，亦都係唔長。安琪大連失德嘅球員，咁自從江津啊喺對烏茲別克較早之前一場外圍賽手指傷咗之後咧，已經係咧暫時係穩坐呢個中國隊嘅正選嘅位置啦。吳承英對手逼住之下，俾呢個巴卓逼住啊，唯有得住先。由巴卓呢球細細嚟一句，吳承英借勢啊，借勢跌低球證就馬上追罰。中國隊左後場嘅一個自由球，吳承英都費事大腳踢上去啊，彈翻後邊嘅杜威，再咧細細力啊傳過呢邊啦，右手邊嘅張欣華，咪退幾步睇定先啦，亦都唔會冒然咧夾硬急急咁啊踢去前場。睇下卡塔爾呢個時間咧，亦都冇話咧係冒然咧，可能啊真係試過俾中國隊兩次反擊都幾危險。咁啊輸。輸兩球，你話再輸多球咧，就完全冇機會。咁亦都喺防守方面咧，唔可以太魯莽啊！喺佢哋而家呢個情況就好啦。一個老半場嘅中國隊咧，已經係逼得緊噶。再埋嚟殺到杜威，嗱仍然落翻對手腳啊，犯規啦呢球波。球證咧吹罰李鐵，咁見到啊，十六號嘅艾布樹咧攞個波一推橫少少嘅時候，想話過呢個李鐵，李鐵喺後面咧就橫施半馬索一捆，成個將佢困低咗。卡塔爾右路嘅罰球，睇呢球波處理成點啊？安琪其實我見到個鏡頭，經常見到佢咧有罰球呢啲咧都好緊張啊，緊張唔係個即係驚嗰種緊張，係好快咧係安排自己嘅球員咧做個防守嘅。好啦，吊喺遠處冇人到，但亦都咧不敢怠慢啦。見到呢邊嘅孫繼海一頭咧將個波啊線橫咗先。事實上在防守來說，當你不知道後面發生什麼事的時候，都是要安全第一的了。好了，李鐵困到個波彈回後面，好東西曲波細細力傳到中間，奇宏再給回曲波留了給這個孫繼海，再望下前面走到了，這球波有機會啊，龍門沒出來，但是這邊快一步啊，見到14號的艾加澤費尼呢快一步將球波是解圍先。這一下三兩下組織其實就挺圓目的，其實中國隊嘅球員平均咧都係有速度啊，比較長波亦都係唔曳。如果係掌握得好啲咧，呢每每咧都成為一個比較威脅嘅正攻勢嚟噶。但係好在啊，見到14號嘅艾加費尼一個位咧係步得好，亦都係速度唔慢。如果唔係呢球波，中國隊有機會噶。好啦，中國隊另一個角球，奇宏，可能自己嘅隊友咧係未走到位啊。咁啊，示意再嚟個球證，原來咧係同個咁有啲拗撬啦，見到啦，球證啊處理咗先，角球斬出嚟，守門員雙槌一打，呢邊仍然見到啊吳承英喺度，十四攞翻住個波吊埋去，咁中國隊啊真係壓住啊呢個卡塔爾嚟打呢段時間，見到咁其實嗱，我見到啊前中後三線咧真係好緊密下嘅。變咗大家都有足夠嘅支援。好啦，呢球波越位。如果咧奇宏走翻出嚟就正啦。有個隊友咧後上咧走埋，應該冇越位啊。如果奇宏唔要波啊，繼續向前走，向後面走翻出嚟咧，中國都絕對有機會咧係增添多一球嘅紀錄。但好可惜啊，咁啊球證已出咗越位啦。守門嘅艾羅馬克咧慢慢嚟啦，慢鏡睇翻傳個波嘅時候啦，奇宏就越位。如果奇宏唔出去，見到係另外一個啊。應該是粟茂津嚟噶，走翻入去就有機會啦！呢啲波爭啲咧，上半場嘅40分鐘之前中國隊就可以有3-0嘅機會，好可惜就自己隊友裏係個心急嘅關係走咗入去。如果唔係中國隊就有個機會單刀。仲有5分鐘都唔夠打完上半場，中國隊到依一刻為止仍然係非常爽快，無論攻守都係。17嘅杜威咧代替咗范大将军范志毅嘅情况下，喺中路咧今日咧都仍然系好稳阵。巴卓咁喺荧光幕可以睇到咧，有成8中国队嘅球员咧就喺晒禁区嘅边缘去部署呢个防守。什么嘅马武特送埋去，好嘢，包埋嚟包得靓啊！孙继海只系咧输个角球。李鐵中場的工兵，其實亦都有啲腳法㗎。安琪
估唔到咧喺咁重要嘅兩場賽事之下咧，佢都能夠保持不失。卡塔爾嘅角球仍然過唔到咧，中國隊咧比較身材高大嘅球員，再翻埋嚟又頂到，有機會啊！但係咧，中國隊真係有足夠嘅人數咧，防守方面可以解圍。咁所以咧，十號嘅布積洛夫咧，雖然係有機會㗎，但係咧過唔到咧密麻麻嘅中國隊嘅防守。咁當然啦，安琪慢慢嚟，一啲都唔需要心急。今次嘅十強賽裏面咧，中國隊嘅防守咧就可以講係絕對理想㗎啦。個成績嚟講，因為只係失咗一球波，一個長傳，一球接有冇吹罰？有啦，推人。頭先咧吹罰咗卡塔爾嘅球員推人，犯規嘅17號咧係艾達米米。12號嘅粟茂津咧，好明顯以佢身高咧喺前場咧係佔到一定嘅優勢嘅。換張21號嘅艾羅馬克，咁睇下奇宏點樣處理啦。吳成英亦都喺度，可能吳成英直射都未頂，四個人嘅人場直正射，咁但係咧個波咧，依球波咧個力水同埋個準程度咧仲生少少嘅。咁啊，好想問下啦，徐哥啊，其實今次中國隊嘅後防成功係主要係咩原因咧嚇？能夠係可以只係失到一球波咁少。對於中國隊嗰個後防嗰個壓力，嚟自其他嗰幾個球隊咧，都唔係話真係咁大咯。所以喺防守嗰方面咧，中國隊咧喺幾場過去幾場波嚟講咧，都做得好好嘅。只不過咧就係反而相反咧，就係爭進攻嗰個組織咧，嗰個做得係即係冇咁流暢。但係呢場波嚟講咧，就反而可以睇得到就係比較以往係好好多。咁即係喺防守方面咧，睇嚟咧。在今次呢個分組裏面都未係受到好嚴峻的考驗，但係進攻方面咧就係可以講係一般啦，就唔算好突出。呢個絕對係。咁犯規嘅咧就係19號嘅奇宏，呢個後上殺手，咁係勾跌咗對方。卡塔爾咧就係有個罰球。咁卡塔爾似乎呢班新啲嘅球員咧，亦都係咧佢嘅節奏感唔係好強。突破能力都不算好好的，最重要的重心人物就是十號的布積洛夫，似乎他在中場策劃了所有的進攻的模式。頭先睇有冇出罰，冇啊，得益規條，嗱，中國隊的界球，吳成英，左後防的球員，李哲，嗱，現場的氣氛就真係咧好熾熱啊，雖然咧。場波似乎咧就係勝負無關痛癢，我哋喺背景聲都聽到有國歌喺度。七號咧，孫繼海曾經效力過水晶宮嘅球員，哇，好快掟出嚟，睇彎彎到出嚟啦，曲波彎到有機會啊，咁好可惜咧就係過唔到對方後衞，爭少少，仍然係中國隊嘅界球。咁似乎兩邊嘅突破今日咧就真係好似阿佳哥話齋啦，係真係咧係好明顯係好咗嘅。頭先吹罰咗粟茂津，吹罰咗郝海東。上半場咧就時間無多啦，睇球證咧會補幾多時？45分鐘咧就已經係過咗噶啦。但中國隊咧仍然咧係繼續進攻，但係呢個波好在咧，呢個後衞線後其實都好危險。大家都跳，但系大家都頂唔到，又是中國隊攞到，但係球證係吹罰咗，卡塔爾嘅罰球，時間無多啦，出嚟嘅時間好靚啊，好夠膽出嚟啊，竟然逼住佢，孫繼海好嘢啊，直情咧連波都搶埋，一定罰啦，冇錯，令到咧卡塔爾嘅球員啊，直情咧23號嘅。艾杜拉咧係要老羞成怒拉跌嘅，話孫繼海咧直情老路中橫出嚟，連波都搶埋。無可否認咧，孫繼海都算係今次十強賽裏面啊，中國隊咧比較表現最穩定嘅一個球員。吳成英又猜翻後邊，杜威。球證咧應該咧係長雞一名，
上半場的45分鐘就正式打完了，中國國家隊在一場很爽快的賽事裏面暫時以2-0領先上半場。发布会，让我们在香水三十，又有谁能想象得到，小小的香水与航空航天汽车业一起被称为是法国的三大产业。在预备开波，荧光幕上左攻右的主队，我们的中国队呢，看下半場可不可以發揮自如，好像上半場一樣那麼輕鬆。好了，落後兩球的卡塔爾呢，如果他們是想著真的還有上傳踢附加賽希望呢，就沒得想了，一開波就要來，起碼要入回去三球，如果不是的話呢，他們都挺困難的，只是拿回面子而已。好了，開波這段時間看到卡塔爾是上傳組織攻勢的了，但看到呢，中國隊亦都喺中場咧開始係俾壓力佢嘅。咁卡塔爾似乎下半場咧都作出調動啦。咁30號嘅哈辛咧已經入咗場，咁睇嚟話咧，佢哋其實都仍然咧係重視呢場賽事，希望喺下半場咧有啲表現。即刻嚟啦，右邊咧有機會飆埋嚟，但係咧位置感好強嘅孫繼海咧就已經報到，咁但係個波解圍出嚟咧仍然係卡塔爾球員嘅腳下，咁射呢個波咧一撳個波咧撳死咗。23號嘅艾杜拉咧就呢個波咧係比起我哋嘅後上殺手咧撳嘅波啊就冇咁靚啦，食得唔應個波，完全係撳死咗波嘅，絕對咧帶唔到任何咧威脅咧俾呢個門將安琪。好奇怪，安琪咧過去幾場波咧身負重任，但似乎受到考驗就不大，亦都不多。中國隊有進攻，但很可惜咧，鬥不到俾自己的隊友啊！粟茂津咧喺呢場波，佢的高度真的係為中國隊帶嚟很多着數。卡塔爾嘅門將艾羅巴克，但一送上嚟咧，果然間又被中國隊的緊逼咧，係搶咗個波。馬明宇大中間，靚啊個波，即刻一個遠射，完全咧係放得好開嚟踢呢個場波啊！吳承英嘅助攻咧，睇到大家依個幾下嘅短傳走位配合時間，直接佢起腳攞都唔攞啊！直情就啱嘅左腳咧就拉埋去。呢啲絕對咧係咪個心情放得好好鬆嘅關係啊？即係好好輕鬆去對呢場波。呢一球波佢個組織咧，仍然因為佢信心爆棚咧，所以佢會放膽嚟做啊！講句球場嘅慣用語啊，即係曉秀花依家就係啦。咁而家咧就係絕對優勢。咁啊，俾翻入嚟嘅波咧，好可惜咧，自己中國隊嘅球員咧就未走翻出嚟，都唔會攞個波啦。咁就係艾羅巴克咧嚟攞到個波。呢位門將咧，今日咧就受到好多考驗，亦都失咗兩球波。放上嚟嘅高空波咧，當然又係中國隊咧係佔盡優勢。卡塔爾嘅界球，仍然咧卡塔爾咧就係冇乜機會做到空間咧去進攻。拐得靚位入波，果然有一啲功架。咁肯定咧，呢個咧就受到布積洛夫，咁但係比上嚟又失咗。又到中國隊咧，係策動呢個進攻啦，俾個直線，但係個波咧，如果前啲就靚啦。仍然有機會，龍門快啲要解圍啦，逼佢啦。咁但係咧，佢似乎咧都好定。中國嘅球員咧，咁樣都上嚟撲噶。卡塔爾咧攞到控球權，轉個方向咧係依邊好啲啦，比較咧係多啲空位。23艾杜拉放上去，太大力了。再一次安琪就做了他今場做得最多的事，就是執個球來開球。15的馬姆特送這個球送得太大力了。其實馬姆特今天都會受到很大壓力，因為他要面對著身高過整個頭的12的粟茂津。正如 Lawrence 說了，中國隊今次在這個十強賽裏面高空球就似乎佔盡優勢。安琪開出的球門球，
開得就唔係好靚噶啦，咁但仍然俾到自己嘅隊友馬明宇，仍然馬明宇兩個人壓迫之下咧，都盡量去享受足球。中國隊嘅加射球，23號嘅艾杜拉咧，其實咧喺呢場波咧，佢都有幾次咧係後上去助攻，但咧就冇辦法咧威脅到中國隊。又係中國隊嘅加射球，蘇茂俊咧係好明顯咧，佢同郭海東咧兩個人啊個距離就唔係好近，但係咧佢哋兩個都經常咧就喺邊去攞波。中國隊嘅罰球，咁當然咧睇嚟就係罰球專家吳成英嘅主踢，唔係啊，直情咧拉過嚟再射有機會啊，呃曬呢個波個罰球開出嚟咧就係馬明宇去射，以為咧吳成英會彎埋嚟，結果就係俾馬明宇去射，哇爭少少嘅咋。嗱，依個角度可能咧睇得清楚啲，直情拉埋去啊，紫薇西多咗少少。如果內彎啊入，咁啊，如果中嘅話咧，有機會噶。咁啊，龍門咧慢咗跌得。咁其實咧，我哋見到咧，下半場中國隊咧，完全係冇放軟手腳嘅。咁啊，聽好多老前輩或者教練講過，兩球波就唔穩陣嘅，因為兩球波咧隨時放鬆少少，俾人追翻球，你啊震下震下，隨時輸多球。其實呢個打法咧，其實啊，唔係話一定夾硬攻佢，但起碼又保持住個戰意。好啦，郭海東又嚟啦，底線傳出嚟，速度出嚟又自己射埋中柱啊！呢球波嗱，充分顯示出啦，正話。快波雲斯講啦，郭海東咧就係咧個人突破能力非常之強嘅。好啦，呢球波見到係吹罰啦，夾硬再去，咁啊俾咗呢個30號啊嘅哈森咧係咁樣嗱，慢鏡再睇翻啦。郭海東利用佢個人嘅能力，嗱，蘇茂俊俾到蘇茂俊都冇用啦，咁緊，自己扎位照射都射得靚啊！個波撞翻出嚟，結果咧彈唔到去曲波嗰邊。嗱，中國隊就係事實上需要多嗱一個就唔夠嘅個人突破力，多個喺中場殺上去咧，咁犯數多咗啲，對手就難防你啦。好啦，中國隊咧喺右路咧一個罰球。哎呀，頂頂到！哎呀，漏曬！呢球波其實走埋個位咧，已經係咧唔錯嘅。咁可惜啊，見到有杜威都走咗上嚟啊！嗱，見到啱啱三十號哈森咧係踩到啊，中國隊嘅球員咧被罰一面黃牌噶。咁啊，當然啦，卡塔爾呢邊嘅教練亦都係相當之緊張，但係緊張都緊張唔嚟啊！見到球隊暫時咧。雖然話係好落力，但係就喺埋門啊進攻方面咧就冇乜起色嘅。好啦，再嚟個撞多兩撞，又見到咧呢邊已經係發曲波啊，翻到埋咧包下波搶埋個波添。呢個時候好可惜，又係好可惜，想話咧踢翻上俾啲隊友，自己係塌塌地 Q 隊友出界。咁其實咧下半場咧，卡塔爾咧已經係作出咗係三個調動噶啦。有兩個調動啦，包括18號嘅艾喬斯啊，30號哈森入咗場，10號嘅布積洛夫同埋14號嘅艾加費尼咧已經係出咗場噶啦。艾杜拉腳面再扯入去冇用啊，李鐵包翻個位再撩翻出嚟，仲未解到位噶，滴兩滴咧出咗界啦。好啦，即刻咧抌翻入嚟，掛翻出嚟，有冇人到啊？頂得住冇？哎呀，好在雖然咧就頂唔到，但係身位夠啊！見到中國隊嘅球員，成日話制空權，有時有高度啊嚇，同埋咧壓個位，如果係做得好嘅話咧，往往令到對手咧冇咁容易揾到著數嘅。巴卓呢球波咧就係俾咁樣中國隊防守員壓住，咁想頂落啦。慢鏡再睇翻，哈森左腳撩個波出去，中國隊兩個球員吳成英喺度啊，杜偉好在嗱，見到杜威啊，夾硬咧唔到咧都係食埋去。由於身材有翻咁上下，亦都有咁上下高度咧。變咗呢個咧，巴卓咧想頂個波咧，係結果係頂咗出界嘅啫。好啦，大家睇下上邊，前到仲有，哎呀，最後一腳咧俾對手咧撩一撩。係羅馬克，咁今日嚴格嚟講咧，冇乜機會咧係俾佢去撲咧輸嗰兩球波嘅。咁啊，實在太近啦，射門嘅時間嗰個距離啊太近啦。好啦，中國隊又嚟啦，得勢不饒人啊！有機會又去，郭海東回傳翻後邊，馬明宇俾翻郭海東，再擠翻出嚟，其實一流流咗俾李鐵，呢邊仲有噶，右邊有曲波，
望下入邊中學隊四個球員喺度，可唔可以唔俾？俾後腳先幾開，揀到佢嚟，到唔到？哎呀！波嘅路線都係咁上下㗎啦。咁你唯一要求高啲咧，就係鐵門咗少少嘅啫。好啦，到卡塔爾就反駁啦。咁實際上卡塔爾亦都冇得俾佢諗㗎啦。雖然話唔一定咧可以追得翻，但係咧講真啦，翻到去都冇理由咧係話有機會唔將個距離拉近佢嘅。但係中國隊一見到阿會火嘅時候，大部分球員翻曬過嚟半場，仲係逼你嗰種啊，唔係話等你嚟噶。好啦，呢球波見到阿十二號嘅球員啊，下半場換入嚟嘅。嗱，好可惜啊，斬埋佢啊，鐵門吉就係俾安琪咧接住咗。下半場咧就打咗就嚟十分鐘，咁中國隊咧正話啱啱就示範一個好好嘅進攻轉方向，去喺兩邊策劃做個攻門，爭咗少少。咁但就好漂亮，希望嚟緊咧就更加多呢啲鏡頭。郭海東又嚟過，咁但係咧，唐正華波先出咗界。咁啊，好明顯咧，我真係要佩服我哋嘅嘉賓阿佳哥啊、Lawrence 啊、B 哥同阿安仔，兩邊嘅進攻咧就真係頭先好似咧錄影帶咧好似係畫出嚟嘅，大家咧好有組織，一路轉過嚟做得好靚好靚。如果咧正話嗰個鏡頭咧錄咗佢咧，就等於一個好嘅教材。咁卡塔爾咧就正話逃過大難，咁睇而家可唔可以係反攻啦？走咗位，但係冇俾到。跟住咧就二十三號嘅艾杜拉又失咗啦，有機會啦，單刀睇下去唔去到啦，去到順一撳3-0。郭海東，冇講錯啊！郭海東好波啊！我諗最開心啦，唔使講就 Lawrence 啦。頭先咧佢係點名讚許嘅球員，果然間郭海東咧姜係越老越辣，行得速度啊！呢個老大哥咧，今場波咧真係可以講都係光芒四射，行得速度咧亦都係好冷靜去把握呢個機會。呢球波接個位又靚，比又靚。呢球波真係表現出力度。擔住個身位，一啲都唔心急。膽色。推甩埋對手，睇住個龍門出嚟，輕輕一送，3-0。即係阿 Sammy 呢球波，即係充分表現佢嘅力度、技術啊，同埋佢嘅經驗啊，同信心真係啊，真係好嘢。咁啊，曾經有唔少人咧都話咧，郭海東其實一個好出色嘅前鋒嚟噶。咁啊，好可惜咧，就係脾氣方面啦，同埋咧，佢本來有機會出外踢波，又因為脾氣或者種種嘅原因，冇機會去。咁可以講咧，真係戥佢有啲唔抵嘅。咁啊，喺近代嘅中國嘅前鋒球員嚟講咧，郭海東咧喺個人突破能力亦都係好強啊！又嚟過啦，嗱，有發揮佢嘅突破能力，仍然護到個波過埋，撳出嚟有機會啦！哎呀，個波咧好可惜咧，對方嘅後衞好嘢，步到個位，如果捉唔到佢路咧，就發達啦。又是郭海東，咁其實佳哥啊，郭海東呢類型嘅球員，其實你覺得中國係咪好需要多啲類嘅突破能力強嘅球員咧？係啊，因為而家嘅球隊好多咧，嚟利用4-4-2嘅踢法，你前鋒兩個突前中鋒咧，個本身嘅突破能力咧就好強咧，所以因為你有時支援唔到咧，就需要佢自己去喎。睇見佢咧，我諗起個球員就好似阿仙奴嘅亨利嘅作用就係咁樣啦，下下咧就係放上去靠佢個人突破 hold 住個波，或者把握啲機會。咁啊，結果咧，皇天不負有心人，米路當然就係米路天奴域啊，當然好開心，因為咧3-0，郭海東咧就憑佢個個人速度加埋配合咧，就射成3-0。中國隊咧而家咧可以講咧，真係一帆風順，又嚟過喺右邊追唔追到啦，仍然可以追到，曲波俾翻後邊先，縮腳添，竟然間咧，似乎呢球波咧就有少少係。太過隨便咗啦，因為見到對方嚟一嚟咧，就連個波都唔要啦，縮腳啦，以免受傷。23號咧，好勤力嘅艾杜拉咧轉方向，但係球已經吹罰咗。犯規咧就係皮宏嚟噶。卡塔爾咧個長傳送上前場咧，企喺度等緊佢嚟嘅吳成英咧就係解圍，咁但係仍然落翻喺卡塔爾嘅球員腳下，送埋中間。完全咧係過唔到杜威，個位置感真係好強啊！大家防守嘅位置感咧係比以往嚟講咧好明顯咧係好好多嘅，係好肯定步咗啲位置，同埋咧啲後衞咧肯飆咗波嘛，以前成日行嚟行去俾人哋好容易撞入嚟啦，啲後衞而家肯飆波，後邊有人包抄咁啊，變咗睇上嚟真係
堅硬堅強好多咧，嗰啲壓迫感強好多係嘛？對方咧唔輕易咧，好似以往咁咧，唔覺意都可以做得入去。嗱咁，正如 Lawrence 話齋啦，咁而家咧壓迫感好強，即係逼到佢錯失咗，又到中國隊有機會啦。嗱，好可惜咧，最後一腳咧就係爭少少突破唔到中間嘅突破。25號嘅位數咧係比較後邊，又推甩腳卡塔爾嘅球員。有機會啊！哎呀，睇嚟咧，是否有越位咧？我都有啲懷疑。咁啊，但係頭先支旗咧已經係舉起咗話越位，亦都咧跟住示意咧就中國隊有換人嘅。我哋睇翻羅嘅李明，咁啊準備入替，睇下入替邊個十號位，入替十號嘅球員係郭海東喎。咁啊可能話收夠醜啦，夠皮啦。好似郭海東有個黃牌啊！啊，冇錯。咁啊，郭海東咧係較早之前啦。在較早之前咧，係仍然咧係累積住一面黃牌喺度。咁當然啦，你話佢攞呢場波攞多面黃牌，下場烏茲別克唔踢就冇所謂啫。如果烏茲別克可能再攞多即係攞多面黃牌嘅時候，去到決賽之後就要停賽就唔抵啦。計埋嗰邊計㗎，所以其實烏茲別克嗰場波某個程度計數咧，中國隊會出咩人咧？而家都可能有啲頭水有啲問號喺度啊。好啦，李明入咗嚟啦，已經。咁啊，六號嘅李明咧就係中場球員嚟噶，亦都係效力大連實德，咁啊都係一個老國腳嚟噶。其實好啦，卡塔爾右路一個球斬埋嚟，哎呀頂到，好在安琪企到個位。呢球波係有少少啊走漏咗對手嘅球員嘅，咁啊俾啊見到對手嘅25號嘅球員位數咧係咁樣咧係無人看管啊，接邊啊一斬遠處落。啊，慢鏡睇翻嗱。個位置咧，孫繼海有少少失咗位嘅，啊係唔知道咧對手有對手啊，即係佢嘅目標球員咧，到底係企咗喺邊度？到轉身望嘅時候咧，爭啲咧係可以話失手啊！呢波好在安琪咧企到個位，整個波嘅角度亦都麻麻地嘅啫。好準嘅波。啊！呢段時間啊，見到卡塔爾真係都唔理個紀錄啦，為球面子一定要俾翻啲嘢你睇啦。係拿斯18號嘅球員，下半場換入嚟嘅。李明有中國碧鹹之稱，大家留意一下，睇下一陣佢有冇機會咧，俾翻兩度散手，我哋睇下啦。孫繼海教頭都係李鐵，浪翻順先，傳翻佢呢邊。杜威、祁宏，咁其實今日喺中場見到啊，佢做一個搏腳啊，我哋叫搏腳或者一個轉接嘅工作係唔錯嘅，亦都俾過三分四次俾過兩三球波，係相當之具威脅嘅。佳哥，其實今日祁宏呢場波表現得算係點咧？算係我雖然佢今日冇入波，但係響中場佢上咗落啦，都基本上到位咯。咁其實見到啊，即係中場真係好緊要。中國隊今日差唔多好似話防守進攻都好啦，都係可以控制到個中場啦，呢度啫。進攻方面咧，亦都係產生到多威脅。好啦，蘇某將呢球波攞甩腳，俾對手咧係搶到呢邊翻過嚟啦。好啦，位數嚟啦，喳喳聲兩下插花，先過啦。又見到將呢球俾佢過到，但係過唔曬，仍然搞翻出嚟。右邊 K 角位斬唔斬？唔斬假嘅，再撩翻出嚟冇用啦。呢啲波已經咧係到暴曬位啦。哦，一聽到咧中國隊嘅響聲，知道啊有料到啊。馬明宇沿住嗰度喳喳聲，但係未有人埋去幫佢，唯有彈翻後先。祁宏一腳腳邊彈過嚟，有冇用？冇越位就驚啦！哎呀，呢球波見到咧就唔貪功啊，完全唔貪功噶，想話送翻俾門前嘅隊友，但係可惜又俾15號咁啊表現唔錯嘅馬武特啊，加特嘅馬武特咧將個波咧殺出底線以外。阿蘇某將呢球波咧其實都俾得過噶，俾得過噶，因為空曬啊門口啊有個隊友，嗱俾對手捉咗路嘅啫嚇。羅馬克呢個守門員21號嘅，睇下今日真係孭幾多隻翻去啦！如果咁睇法，好啦，吳成英一扯埋又麻麻地啊！但係仲有啊，中國隊球員攞翻啦，又解圍，哎呀，竟然間有啲誤會啊，俾咗對方球員已經哇散得好快，好在逼得好啊嗱！見到呢段時間好逼得好，雖然係犯規，但係你話祁宏呢球波，你話逼慢啲咧，對手就好輕易啊，或者比較容易啲啊，作出個反擊噶啦。好啦，又嚟啦，卡塔爾，卡塔爾而家都放盡嚟打啦，都冇得諗啊，輸又好，贏又好啊，踢翻啲好波俾大家睇下啦。張欣華即刻送前，祁宏又攞住個波望一望，馬明宇嚟噶，
即刻轉咗左路嘅近空位置嘅隊友速茂津，可惜速茂津咧真係呢球波又係俾得麻麻地啦。我中國咧，中國隊咧爭一個咩咧？key man 中場分波，計埋時間出入嚇、啊，做個大佬。因為個個都好高高大大，可能為爭一個好似我咁上下矮矮細細嘅，好鬼好波，中場箍住個波嘅，唔知咪爭過呢咁樣，係咪啊，佳哥？因為而家普遍好多國家或者邊度都差呢啲球員，因為好難。個個人都爭㗎。係啊，而家好多都差呢啲球員。即係換句話講咧，要好有領導能力嘅球員。嗱，啲馬圖斯德國馬圖斯喺樹咁啊，正曬一個馬圖斯喺度嚇，呢個薛丹喺度咁啊，正曬啦。即係總之遲啲有馬林啦嚇，早段時間馬林嗰啲都 OK 啊。馬林都唔錯㗎，馬林都唔錯。或者阿容志恒啦。你再早啲啊，容志恒。嗱，依樣嘢咧，我相信咧，佳哥就最深刻印象咧係容志恒就係佢其中個拍檔喺中場裏邊係嘛，佳哥。係啊，嗰啲核心球員，因為佢自己可以控球過你，組織進攻，即係可以等時間，等你走個位，佢俾你，即係好掌握好好嘅。控制個節奏。係啦，係啦。咁我知道咧，即係中場球員咧，有好多時候，如果我哋新嘅球員啦，唔夠經驗咧，一味就係踢氣力，搶到個波咧，乜嘢都唔諗噶啦。最緊要就交咗俾個中場大佬，抌咗俾佢咧，咁佢就會發板，係咪咁樣啦，安仔？當然啦，因為一個鎖匙人物嘅踢法咧，就係以距離去製造帶動球隊嘅進攻同埋防守嘅。咁有好多時佢可以控制到個波咧，係幾時俾出，同埋喺邊個適當時候咧，又俾到個獨波咧，即係完全係掌握咗喺嗰個鎖匙人物度。如果你一隊波一個咁嘅球員咧，咁當然你嗰個進攻啊，係會即係佔咗好大嘅優勢啦。不過咧，我覺得咧，呢啲天才橫日嘅球員咧，就係只可咧係自然出現，就唔會咧你係就咁訓練咧就可以揾到出嚟㗎。依個咧就係又有個靚機會啦，睇下可唔可以4-0，爭少少有機會啦。正話球波咧就有啲靚嘅味道啦，俾個波落點就好靚，攝入去都攝得好靚。咁但係好可惜咧，撩個波咧爭啲咧係可以撩個門將噶啦，咁但係就係俾龍門將啱啱拍到，等佢走一段。卡塔爾咧又再一次咧係大難不死，咁睇今次嘅反攻係點樣啦？咁但係咧冇辦法突破到啊！十六嘅艾布殊咧喺右邊咧冇辦法過到咧中國隊嘅防守。咁而家咧中國隊咧亦都作出一個調動啦。啊唔係喎，可能孫繼海咧係正話受傷入翻嚟，咁即係。由十個對十一個咧，變翻十一個對十一個。咁但係正話十個對十一個嘅時候咧，都仍然有個好好嘅機會。下半場咧就已經打咗咧係22分鐘，紀錄咧中國隊遙遙領先3-0。安琪咧只係受過一次真正威脅，就係個頭槌。咁睇下依個罰球可唔可以又考驗下佢？因為我就想佢受下考驗。看他可不可以擔重任，不過呢卡塔爾的球員就似乎跟我作對，波就放了很遠，完全威脅不到。我看卡塔爾破蛋的機會很微，因為後衛信心和他又是矮嘛，我相信如果是讓兩球半那些可以坐在那裡安樂樂。是啊，那看看中國隊會不會又有機會啊，爭一點而已，曲波咧爭啲有個機會，而且越接近完場，後衞同埋咧依個門將有個誤會啊！有重要一樣嘢就係睇到中國隊嘅中前場球員係冇放棄過啊，積極冇放棄過，仍然好積極啊！呢樣嘢真係重要，所以我佢加爾入唔到波啦，又再換人啦喎！依個咧係卡塔爾咧就作出一個調動，咁睇嚟咧佢哋咧都係希望啊！可以咧係踢翻一啲即係比較緊湊啲嘅場面出嚟，咁正話睇下正話球波啦，哇個波咧其實俾翻門將個力水就俾得好差嘅，咁如果咧能夠快一步撩過門將咧就有機會噶啦，角球開出嚟咧就冇威脅，就係送翻入去，個波咧俾唔到自己人啦。咁卡塔爾咧而家咧似乎咧。佢哋咧都冇放軟手腳，但係佢哋咧就畢竟咧喺呢隊波裏邊嘅表現咧就唔係踢得咁理想，因為可能係新人嘅關係。而中國隊今日咧就更加加上咧佢哋嘅個心情係非常咧係輕鬆去踢啊，踢得好放。
咁而家換入嚟嘅7號咧就係阿里沙，咁睇下佢能唔能夠咧係帶嚟一啲改變啦。全身又撞牆彈入去，有機會啦！睇卡塔爾帶兩個自己隊友咧就誤會，結果咧如果一個去咧就乜事都冇，可以做到個威脅，但係兩個去咧就自己阻自己。韋素咧左邊咧等界外球。第一時間送埋，完全咧都冇辦法可以冚得到個波。安琪又係照例啊，又係執波開波，到而家咧只係一次正式嘅考驗。咁正話放個波入去咧，19嘅莫特咧，其實喺呢場波裏面都叫做睇得幾正嘅球員。安琪咧就係仲未可以鍛鍊到佢一個考驗啊！今次個球門球開出嚟就開得夠遠。球證咧就吹罰咗，下半場已經打到25分鐘，3-0咧嘅紀錄咧，中國隊咧而家咧就係 party 氣氛啊，直情係在場喺現場裏邊嘅氣氛咧就好熾熱，球迷咧當然開心啊，因為咧中國隊終於咧係唔係好多人嘅估計話會依場波放軟手腳，又或者係贏得唔光彩。今次咧就絕對光彩啦，3-0。咁啊，相信咧，好似我哋嘅導演頭先同我哋講啊，一球起兩球止嘅啫。咁啊，而家咧贏夠三球，導演都可以放心啦。佢咧就好希望咧中國隊踢得好啲。其實作為球迷咧，我諗中國隊嘅球迷呢個時間應該最開心啊！贏緊三球，出線世界盃之餘，仲咧球員係俾到啲係嘛，俾到啲精神你啊嘛，呢樣嘢係好重要啊！你見到中國隊係咪好啲？我哋又有一啲調動啦。11號嘅球員於根偉啊，上場嘅贏波功臣，咁啊已經係準備咧接受韋浩天奴嘅幾下嘅傳授幾道板斧俾佢，跟住就準備上場噶啦，應該係嘛？出場之前咧交代一下。哇！卡塔爾都係想唔會放棄啊！咁啊，中國隊仍然咧好硬淨。李黎咧攞唔攞？仲插兩刀你睇下。好啦，蘇茂俊攞住個波，又見到呢邊，哎呀，嘥啲啊呢場波。馬姆特呢場波其實表現得唔錯啊，但蘇茂俊咧雖然話入咗球，其實咧喺長時間裏邊咧個嗰個攞波嘅機會咧唔係好多之餘就話，好多時攞住個波咧都處理得麻麻地啊。咁啊呢球波其實話冇機會嘅時候可以控翻定啊，攞翻出嚟先。相反嘅時候，你睇就換咗霍海東出去之後咧，就見唔到就係話佢兩個箭頭咧，阿蘇茂俊同掉咗前面嘅曲波咧，係做到阿霍海東嘅嘢咯。咁好多時即係對於保護個波同埋處理單對單嗰、那個形勢咧，係冇阿霍海東咁好嘅。嗱，我諗而家佢嘅情況就係見到可能米魯天奴嘅於根偉應該係一個後上中鋒，或者亦都曾經以前踢過中鋒嘅。咁可能就係由於咁嘅情況咧，可能會作出個調動咧，將個位置咧係協調翻佢。咁啊，調出咗隊長嘅馬明宇，咁啊睇下情況會好啲啦。好啦，於根偉出嚟點波啦，細細力彈翻後，可惜咧又俾對方咧係炒禍咗。好啦，嚟啦，艾喬斯下半場入嚟嘅18號武月偉，擺咗兩塊好嘢，孫繼海啊，終於啊呢球波啊醒啊！快啲偷翻出嚟，但傳出嚟，大腳傳翻去前面咧，俾唔到自己隊友。大家而家好似博拳咁啊，冇人相信啦！呢場波係3-0噶，我相信睇到而家，大家完全咧係喺度，大家為咗啊，我要做英雄咁樣。呢場波冇話放鬆俾你，到而家企穩。好啦，30嘅阿哈辛，望望前邊，唔係走入去啊，轉方向啊，轉到去右邊較空位置嘅隊友，但已經見到中國隊嘅球員咧，即刻扛住佢啊！冇得話俾你慢慢啦，睇定嚟斬啊！李鐵好嘢，係嘛？一攞住波走就已經咧係咧準備咧埋去封你，完全冇機會咧係俾你斬埋喺中間度咧暖水壺戰術添啊！卡塔爾啊，加個球抌翻出嚟好啦，甩甩地腳之後又俾我哎呀搶翻出嚟，好在最後張恩華一腳咧送翻前先，但係解圍波冇辦法啦。求其一腳之下，又俾啊對手嘅15號馬姆特咧搶到，蘇茂俊又上去冇用。有機會搶咧，中國隊球員逼你嚇，等你真係冇想話俾腳短嘅都冇咁易啊！好啦，求其一腳大腳轉過嚟，又俾孫腳一步多嘅位，但一頭咧頂翻去前邊。於根偉再過碰咗兩棍，球證冇吹罰啦。卡塔爾啊反撲嚟啦，中場喳喳聲啊推咗幾碼，艾喬斯。
擺嗰一個呢個球員咧，經驗相當之老道啊，咁年紀啊大咗少少，但路數都唔錯，但最後咧又俾中國隊咧係前仆後繼嘅情況之下咧，將個波咧係搶翻出嚟。李明，哎呀呢、這個碧咸點啊？中國碧咸再去，仲有啊，夾 硬咬翻埋去，有少少依家咪再彈翻後波嚟噶，彈翻後再去啊，仲有啊，哇3-0唔夠啊，四球先夠，最後期望一散咧，做到對手咧出去橫邊界外。真係完全啊！呢場波真係，即可以話咧係睇到中國隊嘅球員啊，放開曬懷抱。咁啊，影前3-0仍然咧係鬥志高昂啊！好啦，李明又嚟擺過一個落到底線，哎呀，好可惜，仲有啊，仲有啊！見到李明咧仍然咧上翻個波，彈翻後邊，孫繼海一斬俾對手咧翻翻嚟一困一困之後咧，個波已經係吹罰咗啦。黃牌點啊？中國隊又弄一個罰球，19號咧被罰黃牌，19號嘅莫特。咁啊，正話 Sam 都講啊，踢波嘅次數就唔係好多，但係一係唔踢，踢多幾腳咧就整個黃牌去嘆下添。下半場嘅30分鐘，莫特咧就係攞咗個黃牌，中國隊咧就係有個罰球。咁睇嚟咧，4-0嘅機會都可能有，因為咧中國隊而家就氣勢如虹。門將咧。莫特門將呢艾羅馬克咧就係依場波咧最大嘅受害者，輸三球波咧都冇乜機會嘅，冇乜機會去救到啊！冚上嚟嘅杜威咧爭啲咧就係可以頂到個波，不過咧即係證明依場波杜威其實都踢得好放啊！代替罰係啦，一樣嘢 ，Sammy， 杜威呢場波咧喺外圍賽裏邊第一次正選上陣，係啊，即係我諗我哋要即係要讚讚呢個後生仔啊！19歲啫喎，仲有嚇，唔好忘記佢只係19歲，第一次咧係以大國腳嘅身份上陣，咁但係咧，似乎佢踢得咧都好應付得好冷靜，助攻助守都有做到佢應該要做嘅嘢。卡塔爾咧仍然咧喺中國隊嘅好密麻麻嘅防守裏邊咧尋求突破，但係咧又失咗。中國隊咧攞到控球權，球證帶又吹罰咗啦，應該係犯規嘅呢球波。19號啱啱攞完黃牌嘅莫特咧，而家咧又嚟犯規。咁不過咧，球證咧就不為以甚，今次亦都冇需要這個警告佢。如果唔係咧，就出場都有份。於根依個吳成英，前面咧就於根偉轉翻嚟，走定位啦！吳成英幾快走入去啊，俾完波喺左邊睇，彎翻出嚟，有機會送埋嚟，好彩咧包得靚啊！對方後衞都路數就係咁俾噶啦。中國隊咧又嚟咧嗰種嘅強大嘅壓迫力，係咁壓住咧呢個卡塔爾嘅球員，令到佢出錯，果然又出錯。孫繼海，我個人覺得孫繼海咧喺場波咧就其中一個表現好出色嘅球員，佢後防嘅位置咧真係啦，可以講得係非常好。頂翻嚟有機會啦，4-0！哎呀，我竟然間浪費個機會。孫繼海咧呢個右後防球員咧踢到咧放到走去前場喺龍門口執死雞。咁但係好可惜咧，佢自己都笑笑口啦。咁好嘅機會咧，估唔到咧，佢冇辦法射呢個波。我諗我哋大家都唔會怪佢呢球波，喺後場搶咗個波，跟住上嚟助攻，仲走到埋龍門口啦。睇睇曲波 set 翻埋門前，首先見到咧射波嘅就係蘇茂津，但係龍門咧醒啊，放到最後孫繼海，哎呀，佢啊冷靜少少啦，因為守門員啊，我見到對手嘅守門員已經係失曬位㗎啦。其實佢都有少少啊！你睇下佢起腳嘅時候咧，個龍門咧喺佢前邊咧，佢都驚散到個龍門，所以佢咧就稍微係用力同埋係射到個波底，所以仍然都佢射得咁高。我仲有啲覺得佢好似咧就係好輕鬆去處理個波，一人已經贏到3-0，咁所以咧就唔係太認，即係唔係話咁緊啊，硬落去啊，出盡力啊，或者係散埋啦，已經係好輕鬆去對待呢件事，咁所以咧個波可能係輕鬆得滯啦，啊掌握得唔係咁好。或者我哋又佢都夾埋左轉右轉後面轉左走入中間走咗100多碼，個人都遠遠地啦，最後想發力嘅時候已經係亦都係掌握得唔係咁好啦。有次叫烏啊，中國隊而家。哦，呢球。我見到於根偉呢球波咧嚇，好正啊！推又走咗，咁但係好可惜啊，對方啊俾波過就唔俾人過，成個挨低個球證吹罰咗噶。
中國隊嘅碧咸，睇下係咪真係有咁嘅功架啦？李明唔係碧咸就喺度啊，但係佢唔踢喎。第二個咧就應該就係吳承英射啦，睇個位置。雖然我鏡頭睇唔到，冇錯，真係吳承英呢個左腳王。但係好可惜，兩波咧就 curl 得唔夠啊，稍為咧係高咗少少，路向就啱噶啦。不過咧睇嚟咧個波嘅去勢咧，似乎門將都捉到路，而且係高咗唔高咗啊！個波完全咧係唔中龍門。中國隊咧而家咧喺仲有剩翻落嚟嘅大概十分鐘嘅時間，睇佢點樣享受嘅賽事啦。3-0，靚啊！一個後爭。咁但係個波咧越位在先啊，睇嚟，咦唔係喎，似乎有啲拗撬嗱，冇錯啦，因為咧睇嚟咧球證吹罰，因為個後爭俾咗波之後咧，卡塔爾嘅球員咧就係從後踢上去，如果冇估錯咧，有可能係會俾牌，甚至可能唔知係咪已經有黃牌嘅球員啦，因為我哋而家睇唔到畫面。在那個角度看不看到，我是看不到，可能甚至要趕出場都未定。嗱，一個好靚嘅後側，直情係個波都去咗先踢落去，應該趕出場啦。17號嘅球員艾達米米兩黃一紅之下咧，就趕出場，果然俾我哋估中。咁亦都咧，老實講有啲老羞成怒啦，因為可能咧中國隊實在咧已經。是很輕鬆地享受這場賽事，亦都令到他們都可能有些猛枕都未頂。中國隊再來一個調動了，7號孫繼海，另外一個在這場球可以說是變得非常非常好的球員，被調出。13號的球員是入替的，13號的就是陳剛，這個陳剛也是第一次在外圍賽裡面穿起呢個中國國家隊嘅球衣上陣嘅，以後備身份上陣。孫繼海就夠曬皮啦！呢場波你睇下開心到。佳哥想問一個問題啊，好似今次中國隊啲球員冚唪唥都係北方球員多啲喎。而家佢大部分咧北方有南方嘅上海啊，算南方嘅。咁我想講廣東省啦。廣東省而家暫時仲有歐楚良喺隊中，但係就好少踢啦。而家可惜就廣東球員又冇乜幾個喺度。咁啊，呢個潮流嘅可能啊，一風水輪流轉，其實廣東嘅球員好多，亦都喺早嘅年代就係代表中國隊咧，係佔有好重要嘅位置㗎。好啦，吳承英頭柱到㗎，咁我呢個波低咧就係夾硬頂埋咧，頂咗出底線嘅，即係結果係12號嘅蘇茂津頂嘅呢球波。咁啊，卡塔爾嘅球門球。時間已經係剩翻唔夠十分鐘，法定時間就已經係夠啦。中國隊頂前3-0，呢球波蘇茂津你見到啊，夾硬頂埋去，咁球波就真係開得麻麻地嘅啫。咁啊，蘇茂津亦都唔諗啦，咁啊唯有試一試搏一搏，希望咧扇到個波埋龍門口，或者頂中個龍門都有啲機會搏下帽。好啦，中國隊仲嚟啊，一定唔會留啊，我諗。咁啊，10個打11個，而家卡塔爾。咁啊，佢哋嘅希望就我諗都冇得諗啦，冇得諗嘅意思就係波就唔好入啦，唔好輸少啲就算啦，係咪啊？好啦，跳兩下舞，13號見到巴爵，結果哇，中國隊揸人攤咁啊，圍住佢三個人，結果啊，撩兩撩個波咧係俾中國隊球員搶到啦。好啦，嚟啦，中國隊又嚟啦，技宏擠到前面嘅於根偉。去唔到，打翻住先啦，前無去路啊！咁樣已經要卡塔爾好幾個球員咧，翻到嚟後半場噶啦。哦，呢球波睇準奇雲走甩咗咧，即刻俾到佢啊！大力彈翻埋中間，好可惜咧，可能都差唔多啦，踢咗80幾分鐘搏咗。其實呢場波啊，踢咗呢80幾分鐘，可以話中國隊啊，即係喺整個賽事一場波裏邊，呢80分鐘都真係。還翻咗好多嘢出嚟啦，交翻好多嘢出嚟啊！其實佢係可以即係表現到話，佢中國隊本身自己球員嗰個質素啊、嗰個技術啊、佢哋嘅能力啊，只不過就係話佢以往佢未做到俾你睇。今場波趁住對卡塔爾呢一場比賽裏面，喺完全無心理負擔之下咧，佢係可以即係發揮到咯。一個孫繼海就已經可以證明啦，佢出外比賽夠經驗，心理質素好，呢場波踢得幾好。其實整個十強賽裏面咧，孫繼海可以講係一個最穩定嘅球員，喺每一場都有一個好穩定嘅表現嘅。咁其實我哋都係一路睇緊嘅，中國隊嘅球員係有咁嘅能力啊，希望佢以後一路可以再踢好啲。好啦，李鐵又嚟啦，擠到前面，於根偉
越位又唔俾得，自己帶帶兩帶轉過去，哎呀，有啲誤會啊！諗住咧俾曲波啊，但曲波就驚越位縮翻出嚟，諗住做個撞牆，咁啊結果就個波咧送咗俾對手。但喺前場仍然咧見到中國隊球員啊，有機會就壓住佢哋嚟踢噶啦。睇嚟卡塔爾都散散地咯，真係散散地嗰種啦。好啦，又嚟啦，左邊於根偉。攞定個波望埋中間，但係防正之旗就揈起咗，表示咧佢已經跌咗落越位陷阱啦。其實而家睇翻中國隊球員啲腳步啊，吹咗一罰，哇，好輕鬆咁慢慢揼翻轉頭。卡塔爾嗰啲咧慢慢行啦，咁明顯就係好大嘅分別啦。有時踢起波上就真係咁樣噶。好啦，巴姆特，嗱慢鏡睇翻一比，啱啱就突出咗個零身位。咁啊，旁正呢支旗都舉得好快嚇，睇住你噶啦，已經係，哇！睇下加塔爾啲球波甩腳都想話連消帶打踢埋上去，又踢唔到人啫，踢到人就又係有得罰嘅呢波。好啦，中國隊又嚟啦，一推推前，喂，勾腳嗱，呢球波罰得啦。哇！呢球波如果再俾啊推前埋去埋嘅時候，哇！佢自己仲攬住個腳，話好大件事添。睇睇邊個廿三號嘅艾杜拉。咁啊！跟住睇睇，哇！吳成英都殺得勝起啊，推到上嚟啦，已經。好明顯咧，抽筋啊！咁啊，好十個打十一個，再加上面對一隊咧，而家咧係絕對係好有信心去進攻、去突破嘅中國隊，真係有少少掟咧卡塔爾嘅後防唔抵嘅，佢哋就好辛苦，要面對一隊咧係不斷向你啊壓迫嘅球隊咧，真係好難踢噶。而球迷在場嘅咧就好高興。咁睇嚟咧，中國隊咧仲可以咧喺呢個罰球裏邊話唔定咧帶嚟另外一個驚喜都未定。嗱，過幾場咧，中國隊咧踢到下半場剩翻十零分鐘咧，散曬嘅，冇曬力嘅。嚇，今日唔係喎，踢到而家仲識飛。我諗咧，佢哋就係早幾場太緊張嗰陣，係又走唔係又走，係又撲唔係又撲，到咗十分鐘散曬咯。啊，唔係喎，今日到而家仲識飛嘅，所以好明顯上場再對上一場對亞曼作客啊。係啊，嗰陣真係算啊，真係。呢場波係充分睇到就話中國隊球員唔係冇體力嘅，只不過就話喺啲心理狀態緊張嘅情況之下，影響到佢哋咧係表現得差咗啲啊，浪費咗啲氣力。好啦，睇下奇雲呢球波處理成點啦，呢球罰球。於根偉喺中間，吳成英都走咗上嚟啦，睇嚟吳成英係移前咗嚟踢噶。好啦，奇雲斬埋 set 到，但係 set 唔到埋中間，再射有冇啊？哎呀！呢球波揞埋佢都揞得靚噶啦，見到六號嘅李明有啲迫鹹嘅風範啊，好似呢球波揞得。係啊，咁定要圍得個位就圍得幾好啦。由中國隊咧呢球罰球嘅處理，圍個位圍得好靚啊。咁啊，所以造成咧個波就算出翻嚟都好咧，禁區外圍咧佢包曬啲位，咁有機會咧就可以直嚟個遠射。中國隊咧又攞到波，又搶到啦。繼續咧係利用剩翻落嚟啦，唔夠咧係三分鐘嘅法定時間。繼續去搶攻曲波咧，推埋個波咧就係推大力咗，咪絕對唔會受傷啦。而且佢咁後生，可能啦最多咧就係有少少抽筋嘅感覺，因為都放到自己盡曬。咁睇嚟冇錯啦，落地下咧，嗱佢其實咧擔唔曬人哋個位啊，咁對方亦都逼住佢，咁推個波推大力咗，門將出嚟嘅時間亦都幾好啊。咁但落完地之後咧，就知道而家咧就係抽筋啦。哇！後生仔有時都可能個流放咧都係，哇！都抽得好犀利啊！我見到卡塔爾嘅守門員咧，艾羅馬克咧就嚴格嚟講，嗱，慢鏡睇翻較早之前一個埋門嘅攻勢，我即刻頂翻出嚟咧，俾個對手咧係搶到嘅啫。嗱，李明一揞埋嗱，球波啊撳得好靚啊，好識咧角度就麻麻地。咁就話見到啊，對方嘅守門員咧，艾羅馬克咧將呢個曲波係咁扯出去球場出邊。咁我諗就話點計都計唔到佢哋可以追翻三球四球㗎，咁但係即係俾翻啲少少體育精神，唔好同呢樣嘢都輸埋先得㗎。好啦，睇下中國隊又嚟啦，幾大幾大啊？唔同，哎呀，又有機會。嗱，睇下曲波點啊？賣完老抽之後，仲有冇嘢賣啊？冇嘢賣啦。咁啊，見到啊馬姆特咧，嗱馬姆特啊呢球啊好嘢啦，拉翻你佢，大家握握手嗰只。咁其實踢波有時就話球場上邊。不是話真係唔係你死就我亡嘅，應該係有翻啲體育精神喺度先得。仲有咧就唔夠兩分鐘，即係而家仲有一分鐘到咧就打完呢場嘅法定九十分鐘嘅時比賽。卡塔爾咧而家咧就希望咧就個鐘行快啲，
放起個長波放上去咧，其實咧連撳個波都撳得唔應啦，已經係咁啊，所以咧個波都出埋界。中國隊咧就好輕易咧又攞翻個控球權。今日表現得咧係非常冷靜，亦都咧係令人哋覺得係驚喜嘅十七號嘅杜威咧就攞到個波。轉過嚟依邊，哇！好多空位啊！依一段時間，右邊又咧後上，幾多人去走位啊？波一吸，再吸過個先，先至出個波。完全咧就係表演。十三號嘅，十三號嘅陳剛啊！陳剛啊，後備入梯，但其實原來佢年紀都唔細噶啦喎。係啊，咁你29歲噶啦，但係啱啱呢兩下話都有啲功夫。你話如果佢吸第二下，即刻推翻去左手邊大位嗰邊咧，可能仲正。不過我相信咧，如果唔係呢場波咧，係第二場波佢就唔會咁吸法翻出嚟。咁龍門甩手角球，但係咧就仍然攞翻中國隊腳下喺補時兩分鐘嘅時間嚟㗎啦。而家已經係再彎過，咁但係呢個波咧又角球。如果是以往的比賽，我相信他就不會這樣做。想回上一場啊，拉斯那十分八分鐘已經在後面踩定個波，你不來我不交了，但是真的這場波真的要值得讚。好的，我們要讚啊。好了，中國隊角球又來，半前有沒有機會啊？爭啲4-0，哇，好像個波就沒什麼力。艾羅馬克回身也都剛剛反應快，慢一點，個波慢慢慢慢流進去就挺有趣了。慢鏡看回李明這球波右腳內彎逼喊啊啦，逼喊嘅罰球扯埋喺中間，前柱線都一撞，爭啲烏龍添啊！見到啊，頂波就係二號嘅陳剛啊！啱啱睇翻啦，咁啊，正話頂波二號應該係張恩華啊，口快快都講錯咗啦，好啦，開心得滯呢場波，實在見到中國隊踢得咁好，杜威大腳解圍翻出嚟。冇用啊！咁前場已經係見到對方係布好曬防，亦都係大腳得滯。餘下時間無多啊！中國球迷咧嘅歡呼聲就越嚟越響。睇嚟咧，卡塔爾都呢場波都注定咧係抬蛋翻去噶啦。睇嚟咧，中國隊今次十強賽最後一場嘅主場賽事咧，都有一個完美嘅句號。中國又贏，大家都可以睇得到啦。咁贏得仲係光彩嗰種，喺事前咧，好多人都擔心會唔會放軟手腳。答案咧，我哋而家已經睇到。咁啊，睇嚟咧，中國隊希望以後都保持呢一個嘅態度比賽。咁啊，可能我哋中國足球咧，就真係有啲機會喺下年嘅世界盃決賽周咧，有一啲嘅好嘅表現都未定。完全咧係卡塔爾嘅球員咧，都有少少放棄嘅啦。冇錯啦，球證咧長雞一名，90分鐘嘅賽事打完，中國國家隊今場波咧就以3-0咧清脆利落咁喺主場咧勝出呢場賽事，令到死敵咧卡塔爾咧我諗係心悦誠服啦。廣告之後翻嚟咧，我哋再傾傾下一場呢場波啊個表現係點樣。